好，看一下我刚开辟的那个新吊位啊，在这个地方怎么样？这个位置可以吧？然后呢，待会儿呢，我搁这个地方打个窝，啊，尽量离芦苇有一点距离啊，因为这个，芦苇边上容易挂底。我们先去打个窝吧。好，冬季打窝那个窝料还是用以九米为主啊。我加点这个玉米粒儿，这也是红虫炮制的。这个大的玉米粒儿可以起到留窝的作用。再加点九米。好。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玩一下传统钓啊，用的鱼竿是6.3米的，来用蚯蚓来垂钓。哦，这条还可以，大满鸡，我去。可以啊，这条。又上，这边的鲫鱼个头都可以。好，哟。可以，这个我去，这个大，这可以的。连杆喽。我去，过瘾啊！哦，隔着短的两个十吧，是 Q 好的，有两节。给力啊！好，这鲫鱼好小啊！好，今天就钓到这儿。今天的鱼口非常不错，我看一下今天的鱼货。